国学。《弟子规》第九集：或饮食，或坐走，长者先，幼者后，长呼人，及待教，人不在，己即到。良好的生活教育要从小培养，不论用餐就坐或行走，都应该懂得谦虚礼让，长幼有序，让年长者优先，年幼者在后。长辈有事呼唤别人，应该立即代为传唤和转告，如果那个人不在，自己应该主动去询问是什么事，可以帮忙就帮忙，不能帮忙时应该及时告知长辈。